大部分高阶用家对机箱亦有一定要求，除了外观之外，散热效能亦是其中一个重要考虑的因素。Cooler Master 日前为 HAF 机箱系列增添新成员，名为 HAF-XM， 以稳重的外观、强效的散热作为特色。除了设有基本的前后风扇外，更配备两把顶置 200mm 大风扇，提升散热效果。Cooler Master 全新 HAF-XM 机箱外形沉实稳重，整个机箱均利用镀锌钢板同埋经过喷漆喷黑化处理，有效抵抗潮湿而引起的侵蚀。面板提供两组 USB 2.0 以及两组 USB 3.0 接口，而 USB 3.0 则是采用20片针状插口。 HAF-XM 机箱的尺寸为252×530.5×579mm， 最大能够支援 EAXT 主机板，提供3组 5.25 寸光碟机、8组 3.5 寸硬碟和一组 2.5 寸硬碟安装空间。其中两组 3.5 寸硬碟安装空间是设置于机箱的前面板，作为热插拔功能，而所有硬碟托架采用免螺丝设计，用家只需轻按就能够将硬碟等设备扣上，十分方便。机箱内部布局以预留空间给予用家安装多张绘图卡，背后留有8个挡板位置，支援 3-way SLI 和 Crossfire。 绘图卡长度方面可以支援 354mm 长的绘图卡，或者选择移除硬碟架，更可将长度提高至 463mm。 HAF-XM 机箱于背板设计上亦花了不少心思，背板走线空间的阔度高达 30mm， 背板后面亦设有一组 2.5 寸硬碟安装空间，令用家能够隐藏硬碟和其线材。机箱背后留有水冷用的预留后位，用家可加装外置的水冷设备。散热方面， HAF-XM 除了备有前置 200mm LED 散热风扇、后置 140mm 散热风扇各一把之外，更在机箱顶部加添两把 200mm 散热风扇，令机箱内部空气更加通爽。如用家是进行多显示卡运算，亦能够选择在侧板加装一把 200mm 或者两把 140mm 散热风扇作抽入冷风，足以满足不同用户的需要。